你给我记着，今日之痛不过是个开始，本宫就在阴曹地府看着你，看着你为了保住这个位子一个一个失去你的所爱。那不是别人呀，那是本宫的额娘和弟弟。当他们是记得他们当年是摇钱树。亚兰尼，你人家糊涂了，你这么做连着女儿不说，更会害到祖母啊。为了你自己，连亲娘都可以要求。这个云是我凌云彻，这个燕子是你薇燕婉。